多用的时装数次很多。他刚才传达就个从西国的希望，那其实天之外，那就西国的分类啊，有特别要传达删掉。OK， 今天我就讲到方式的时候，要透过马代方式来单纯的呢，彼此沟通，互相看待，心平感恩，那是好有感动的，好亲的感受。好，我说哪里呢？上帝。四個基本內基本上隨大家當中隨大家當中做黑暗的三派方面的基本內的情況詩中數詞理歌 Songs Hymnals Spiritual Song 有些方式基本上暫時有所說彼此高考互相天感心平大的所以我就敬拜隨大家一切來到今天來敬拜上帝的時刻从无论呢，我就看到我从四个上嘅分类，非常个九嘅方式当中，其实在九些其他地方都系一样嘅。那今天有机会，在按两方面所提嘅，无论呢在四个嘅种类，非常系我哋创建四个时候，你太阳要提到我哋四个系属于乜嘢类型嘅，非常系在过程当中。你也会感受到，我就彼此之间从做嘅关系系莫名正确，我就系纯粹莫名用嘅心态。有两点，我就会一直叫做思想。两点，第一点，我就会想嘅系，我就系咩纯粹一只参与者。第二点，我就系咩结会嘅旁观者。特别系在我哋崇拜当中，外国嘅好多事。来在前面你看看为什么看到好多的天之外诶那就在创始过的时候可能仰望说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在那就安全的到信到会信他的地方上也是有在之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用你方法可以有定方但是来过的那就无论如何用那就来好说要提降来祈祷来硬要祷告的时候来咽会祷告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多时候有什么事情你叫难做难做的你到上帝的面前一条树站站他上帝的时候然后来到他面前好像保罗老师来要求老师来要求担保不可以过受不住你看到吗好多时候那就来到敬拜的动作的时候那就会存在一口参与的事那就会在你前面那边参与还要有一些哦，听我讲话，那就无论来到哪三个会议，要有一些还安分站，哦，安分站的问题，在每站的环节当中啊，跳台要看啊，跳台要看，哦，那就差不多看天嘛，你睇咩咯？你望天光，天烟看天，相信每站都会有 ，OK， 好像我崇拜诶一部戏哦，你就出来来看，那你很做客观，哦，有冇启示？那其实你有几万提示啊？所以那就太极大当中每一个天几万那就爱，那就太极大中两朝六气半秋的，甚至五天的天几万，每一个都是长一丈，每一个都是长一丈。比如那里面光棍长，那里面光棍长是上帝的光棍长。所以好多时候，那就来到今天当中，那就一切给人告诉，唔要上帝，那件美好的事，上帝哦，我嫁出去的时候，嫁出去话语，不要那就提示，总系给自己哦。朋友在，那就在过生的时候，那个结账自己看出，而且就沉耳闸哦 ，OK， 那个那就在结账咧，结账的时候看到你自己咧就门外人哦，朋友哦，你好出奇哦，系上帝嘅位置哦。知道吗？他们说目中无神的哦，那就会相信哦。基督上帝帮助他们。那就看到有一位的题目，来自诗篇二十一篇第三节。但上帝是信实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从二十一篇第三节来讲，耶和华上帝。是以他的子民为赞美，让他的子民赞美为宝座。然后要讲明白，当时的子民前进，我哋讲前进，
我虔诚嘅赞美嘅时候，上帝爱浅怜他们当中。后出道路嘅，在后出道时候，在骄傲嘅时候，所罗门王嘅嘅示范，以色列嘅示范，在赞美上帝嘅时候，上帝嘅荣光充满圣殿。前头嘅弟兄姊妹，在在敬拜、在赞美、在歌颂上帝嘅时候，其实那就系那条对神最切焦，那条对神最美好，那条对神最有果效嘅敬拜。唔单如此，上帝爱神嘅嘅宝座，从那条宝座，从那条敬拜嘅时候，小弟兄姊妹要注意，上帝也爱以神为从那条宝座，佢爱居住从那条宝座。叫我立脚的基础在那里的当中，敬拜在那里的心中。因此，前两天有情况，无论是方言，无论是国会的会众，一站呢，老信我是无法听的。但是最基本、最基本来到信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条一切的人高山，那条一切的人荣耀上帝。过去一十礼拜了，那条来到日后，一十礼拜的甜言来颂赞上帝。当然了，那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一做。那我们上帝的恩典在哪里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知道一时行业那条矛盾轮到然后我说出来，所以我们在告诉上帝的时候，一起在乎就是那些属于我们所有的学习，每一位的人之外都是查评者，贸然是另外的，那就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告诉咱们上帝。好，我就先分享起，在呢台之上，呢台之下，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然后俾我哋看到，在先呢当中，上帝攞俾人嘅路，跳过梯会，或设立那阵嘅转折嘅线路，或者叫字案，讲嚟在呢边嘅啲工作嘅时候，最紧要要效果线路嘅款样。小道中會聽會的那種的聲樂，特別是那種的泰國的當地的時候，那些小道中腳行的時候，那些很難過那種的聲樂，如果聲樂的泰主題你容易說千萬個講的時候，我通常要多少將大步高下，要多少將會前大步高下才是好的，但是按照聲音來做主的話語自然講出，在教育時期時代，在體會建立先聽的時候，其中海事學院組織，而且現在可以看到其中都沒有來回法，特別是在先學，特別是在教會當中來等起或者先學的工作。在這句之下第五種十二到十四節，好，那請你經驗之外來輔助的答案，董卓涛从边一个乡再到来批答的当中，一齐嘅来从先学嘅报心来捞听你嘅示范人，一齐兼班学，一齐从先学报心来一齐嘅来努力上边来小梯在批答嘅当中，行起一齐嘅五点五点位，大家落下脚仔嘅时候，你哋可以嚟都未有时间。慢慢慢慢就有自家些文章啦，等等。我希望来辅助嘅答案，在先学事务所，在阿皮堂，即系做下就机会来向天主节目，我哋就变强。现在唔单单在来兼顾嘅先学嘅，那就嘅先学嘅时候，在读先学嘅时候，喺我对比老时学部嘅学生嚟讲，先学部嘅学生好少嘅。少少的，好多时候甚至老不是班的那种情形。但来到这上帝，从来从到来呢，就传言哈，要传靠一个美好的祈祷，然后替代一切的人回答，替代一切的人放大，替代在先国的话题上一切的人加叫一切的人前进。传言哈，实在是来回报的，甚至来报的甜酸辣辣的牛。但是都是上帝一切加以为的事情，实在是喜乐的。但是他要多少福利呢？出发后方好靓仔的。所以然后他接受的在阿比堂，在其他的堂会不知道有哪一次，但是那个阿比堂确实是确实的分道，
會錯，是我思過石呢個就總結嘅事項。阿翠啊，邊個嚟過？除過去又要後度嘅事項同過。對於從後嚟講，肯定就後天嘅挑戰嚟講，記得嗎？除之前要乜嘢？有冇過去要乜嘢？邊個嚟過？執執都係順便住人咯。啊，過去啊，阿志啊，啊，因為就慢慢慢就小心探落嚟啦。哦，在其中呢，我都好努力，在每集的示范的认识的时候，我都老实讲过，用哪解可以突破性的东西，我觉得慢慢的突破，基本上用在道教，原来是需要演绎和原意、原本的意思，来去是求助的愿望，天派上帝，多谢各位，我将一刻实在的献上我的道命，我的一切，为了送赞和告诉上帝，转一刻。那就在舉起下去的時候，我教我就設立我就的先學，那就是總結的先學同步的時候，是的，後度的教會的了不埋有總結的先學同步，那所以可能你在後度的前節大廈的了不力要用我就的先學同步，但是在一個年空在一個年空靠查的話，在每個後度的教會的了先學的同步的了總結的，在每個先知後度的事項教會，但是当福音在传上的总结的时候呢，福音传上的总结的时候的就叫做总结的就是 mission field、哦、mission field 包含了传福音的一个场方场啊，好像是，所以呢那边就比较强势的方面就是那就不能选到，但是要用公司那边来缺少的就是其实在其中你要強化，你要把這個 emphasize 上帝的話，屬靈的護國，加上聖靈的侍奉。那接著聽節目，你記得留言和唱歌的時候，如果希臘的天父，如果希臘好流浪的天父，其他的人也聽你記得的天父是做到嘻哈音樂，嘻哈。在總結，也記得在討論的嘻哈，看我告訴你的問題，我們叫你要透過嘻哈的那個字Hip-hop 啊，我就做做做做，吼，做做做做做做，吼吼，做做做做，他是我，啊，还有嘞，还有天之音乐，啊，比如一路上头到啊，一方面上好好，冰冰汪汪冰冰汪汪汪汪汪汪汪，哦，好多，所以我就入去去做好一批事，特别讲到我就，啊，我就在新疆嘅师傅上嘅时候，嘿，好多时候我就去选。我就要前奏演绎向大，上帝的圣言向大，所以我就要在我就听听喺个东方人嘅教会当中，在啊希望呢啲名字，我就嘅教会好多嘅堂会也要有一个能力，来去偏向特别系城市嘅事务所。目前为止，传到咩出嚟教会嘅前进，但系感谢上帝，来睇睇睇点样多广告会有看见特别系传示范歌手。嘅事情上，因為我就係最艱難不過嘅事情，上帝安排嘅協助就嚟，我送上帝去最切切嘅事情。甚至在每日學到嘅堂會哦，學到嘅教會嘅嘅敬拜堂啦，嘅嘅事班啦，嘅嘅甚至嘅嘅傳道人牧師哦，佢都可以六四年哦，六創一大學天父嘅。希望有年我就嘅。那就嘅新学事故，也能够做两个题目。可能到时候就不是做创业，其实嘅从网上有一张嘅网站，嘿，我买 CD 啊，买 download 啊，我其实来说，基本可能嘿，我其实。所以，当我就在看那只嘅新学事故嘅时候，那个实在嘅在对比，那就那就对照，那就在高飞当中嘅新学事故，很有好多哦，特别从我做参展嘅地方，多到好多。特別是我見人類啊，從嗰時看到嘅情形，我就講 rock 已經係十年前的事情。我黑金屬好久冇，我根本叫做最近講五年前就講嗰陣 rap 啊，好努力，見到最前嘅佢講咩？所以我就覺得音樂從嗰時啊，見他發展到大嘅天賦嚟嘅。甚至嚟到嗰個時代，從初高中我就 rap 了，大好耐。喺我最年啊，你非洲中國中國要 rap， 有咯未有？有冇上出啊？啊，佢叫收啲講錯啊，要 hip hop 有咯未有？我呢個姐姐來，啊，佢叫收啲片嚟，我哋重用機會。好，再講下啲在
较费动作，唔单止系咯，也要用宽大，所以肌肉先嘅，它会有啲下啲下位或者补充嘅队伍，还有搏起嘅队伍，还有其他支派外唔少嘅侍奉人员来参与侍奉，佢要安排次哦，教会将个时间嚟讲咧，就靠有组织能力去咯，就将教会嘅生活事务组织起咯。哦，就叫做在先天当中前头嘅生活事务组织起咯。哦，所以其中我要去分得到嘅就系，叫做在以色列人当中拣出呢位人出嚟，在中呢位人哦呢位派，在呢位派当中又再拣出38000人，很长嘅人，38000人又再拣出4000人，那就站在先天嘅事务上。因为最后咧，再拣出来轮流创国嘅人嘅教会，要用88人负责创国嘅差事。因为争起个最后咧，就要120人才一只事业。听得出，在培养呢台事业，在派会出现排列实际嘅组织上，或者先国事务嘅事业，非常嘅有机会来去处理。我想，做乜嘢有机会，都系按照上帝向人前朝发出嘅。其实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是从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信仰事务对外国人的话，也是最主要的是富裕众、创始、天意，我们要的是示范、怀疑史、以上主的敬拜，组织我们实际的事务的大表现。好多时候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国家在我们学校中的团结机会啊，有产生很多的时候啊，有问题上面啊，特别是有条请求，特别是从希望空间以上的意见来产生以上的问题，还有在过去啊，教会在我们教会当中，从来扮演困难，那怎么教会当中好多时候有条